看过满脸是灰的人，笑着说生活我们也见过功成名就的人，总是满身酒味。我看过月升都不回家的人，总期待明天多美。也见过看起来不错的人，偷偷抹眼泪。我知道变成生活的人总是白白滋味。看起来感觉不好吃的香肠，香肠，这什么果？燕窝果，拿回来给你。好，放在那里。哦，做好吃的啊。好，好东西啊，你看。啊，这个好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洗的麻烦。对。我先把猪大肠灌起来。好玩，我看起来。难搞啊。对，哥，就是这么大，比我手还粗，比我手的还粗。嘿嘿，小姐姐一整天你跑去哪里了？那烟火果也能回家一趟，干一点活。干什么活？跟我老妈出手啊。这个狗叫啥？我去看一下。对，看一下。好。什么情况，老小？有老鼠。怪不得叫得这么大声。搞定，切点生姜。放点生菜，对吗？对呀，对呀，马上开煮啊！好，生姜进锅，大肠进锅。搞定，放一桌盐进去，白酒去腥，猪的味道上头啊！又香又臭。这个要煮多久？看来盖上锅盖，让它煮40分钟。好，我们去做杯果汁，搞杯饮料喝一下啊。对，一碗搞个两个啊。对，太甜了。把果肉切小块。对，这个心跟火龙果差不多啊。对呀、啊，里面有很多芝麻哦。大颗一点的芝麻哦。对，有这么碎就可以了。对，去拿牛奶啊。好，都入牛奶。对，可以了，去把大肠拿出来。好，煮白了，水也快煮干了哦。对，把它取出来了。对，可以了，这几条该炸。豆油炸猪大肠，猪大肠进油锅。对，炸生姜。炸起泡了。炸酥炸脆。炸香。出锅。对。切猪大肠开饭喽。对，香了。香了。是切的白切的，白切换肠。对，切片，这个味道上头啊！上头啊！油炸猪大肠也切断，脆皮大肠。香不香？香，外酥里嫩啊！对，搞点配料。对。小米辣，豆入酱油、辣椒油、香油，接点开水，给它搅拌搅拌。对，然后淋到大肠里面，最后大葱点缀，豆一点椒盐搭配。等不及了，开机开机，开机开机。喝杯果汁牛奶再吃饭啊！